这尊佛像它原先是一个铜像的模子，然后它是那个玻璃纤维的材料。那就是在这一次苗栗一个寺庙啊，要将这个玻璃纤维这个模子，然后翻修之后，然后放到他们庙里面去供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做的是翻修工作。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上颜色的，那上颜色我们就必须把原先有的漆先磨掉，然后才使得我们才有办法再去上新的颜色上去。那磨掉的时候很耗功夫，尝试使用去漆剂，是一个蛮土的东西，然后也大致上已经把它漆除掉之后，后来就是把它磨。磨的功夫很重要，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话，几乎磨了恐怕将近快十次，就是磨了，然后要补什么呢？就是补那个，我们是以那个汽车补土加那个硬化剂，然后混了之后，然后加以修补，使得它整个面很光滑。那为什么要面光滑呢？面光滑，到时候它贴金箔，它喷漆之后，本身才不会将它原先制作这个磨的时候。就是这个玻璃纤维在磨的时候所造成的那个笔触的那个的情形，然后把那个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把那些部分做了花很多的时间，将近有一个礼拜都在做这个磨又补的工作，很辛苦。OK， 等到那个做完之后，磨的差不多也上了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接下来我们首先是上肉体的部分的珍珠粉。我们采用是珍珠粉这种材料，然后它喷上去，它本身就是这个颜色。不对，是我们买的时候是买这个颜色的，然后调喷完了这个肉身之后，然后我们依序是上头部跟这个袋子，好，然后再描绘它的头，描绘它的那个五官，然后。当时有考虑到的是颜料本身水性跟油性的差别，那像这两者他们都是只有这蓝色的部分我们采取的是水性的东西，使得说在涂抹的时候比较不会产生相容的情形。然后做完之后就最大功夫就是这个贴金箔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来讲贴金箔是伸手，然后我们选择了 1.2 英寸的，还有比它更小好像是 0.9 英寸的，然后去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说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贴，当时我们预计是两天行程就把它做完了。 OK， 我们花了三天到十天才完成的。几个人啊？然后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四个人，然后贴这些金箔，然后转折处是对我们来讲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转折处的地方是使得这个工程贴金箔工程很耗工的地方。然后我们要选择2.4 英寸的金箔更大的，然后来贴，然后使得我们的工作速度才有办法加快。然后就这样子，大家这样努力不懈。忙了很久，像前两天晚上凌晨了，天亮了，然后我们一天可能做到10到14小时不等的时间，再花在这个佛像上面。像我们里面有弘文法师，他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他来这边已经快半个月了，就是住在这里，为了这个佛像，他说每天早上起来啊，就是摸摸佛像，擦擦佛像，然后肚子饿就吃饭，然后。晚上到了啊，事情做完了，睡觉起来就是摸摸佛像，每天就跟佛这样子一起生活，这是他这个工作很大心的，我也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心的一个感受，对。手尽量很轻很巧，然后轻微贴上去之后，虽然看起来是皱的，它毛刷功能就很容易
很容易把它推平。那现在已经是现在是因为那个筋膜是 double 上去的，所以它未必能够不容易贴在身上，所以说我很容易就刷成粉状。那因为整尊佛已经完成了。那对了，那还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这本身我们要擦一种材质叫做安金漆。安金漆这材料先涂完之后，然后我们才可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筋膜安上去。那安金漆我们一开始是尝试买那个3至12小时 的时效的，就表示说它3小时之后才可以使用，然后时间在12小时之内。然后后来我们又尝试另一个材，用6小时的24小时的，那使得我们的作息时间可以有所调整。要不然的话，每天早上做到4、5点，晚上，然后早上起来又要赶快去给人家上安金漆，然后才能够让一天的工作行程比较顺利。安金箔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而且发觉到说我们安金箔的时候几乎是安静无声，因为我们几个伙伴大家都是就是很自然，就很完完全全就投入进去，一直很仔细的在贴，做这么一件最简单的东西，把金箔纸摊开放上去，很平整的放上去，然后把它用毛刷刷一刷，把它贴，把它刷平刷稳，刷子平整，这样子，然后一片又接着一片，一片又接着一片，然后通常都是隔了好久好久，可能半夜说，又有某人又告诉我说，怎么样做会这技巧比较好，然后大家再改善技巧，然后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发掘很多工作上的乐趣。Nothing. Bird nest color. Color? Yeah. Color. Skin. Color. Really? It's biofuel? And water. Arm. Bird nest. This. Bird nest. You put your hand on it. Bird nest. Bird. Color.Color. Oh my dear. No, not good. Buddha. Buddha. Then this color. Bird nest. Color.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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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start.屁股，屁股 ，motions， motions， boobs， I will write my name. That's my name.
It's your name, Rudolph.怎么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小孩子的头？往回看，你有没有看那个右边？我现在看最明显的就是一个侧面的小孩子，侧面的一个东西的脸。我们知道那是脸。那右边有个眼睛，那很明显。那左边有一点点黑黑的，那也是一个眼睛。那你从那个眼睛就可以看出那个回头小孩。那如果你还想看到另外小孩子另外一个表情，在左边的眼睛的右边有一个代替的眼睛，那个右。什么？那他这样子，这个小孩子也有三个眼睛啊。问题出在左边，左边有两个眼睛，但是你可以随便用哪一个都可以。那你用这个是有这样的表情，用那个也是有那样的表情。任君，自由挑选。他要放在公园里吧。那你干嘛要做成这样？做什么？我干嘛做成这个样子？嗯。我干嘛要做成这个样子？干嘛要做成这个样子？对，我干嘛要做成这个样子？就这样吗？对啊。那个公园吗？因为我很虚伪啊！你还不懂吗？我很虚伪啊，所以就变这个样子啊。
说这是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做成这样比较。做成这样怎样？比较好摆在公园。是的，比较好。是的。